征战数载，今日终究归阴，山河一统，千乘率众，告慰先祖，愿先祖救我大前，会生民立命，会万世开太平。万岁！万岁！万万岁！保护皇上，护驾，护驾！ 保护皇上！上！鲁秀小儿，以为打了几场仗就可以坐拥皇帝的位置？各位使者，随北王杀了前程这个狗贼，与本王平分大前疆土。你身为前世子孙，就为一己私欲，仇恨我大前疆土，乱我山河者，诛！上！ 陛下，陛下，万臣贼子全部拿下，请陛下处置。念在尔等初犯，我将用大国不血隐瞒一切，回去转告你们国君，再有下次大捷，虽远必诛。是。 万臣之策，愿永世忠臣，百年大功。是与你分裂我大前程，不配做我大前子孙。即日起，拥亲王一脉，逐出大前。若再踏足我大前半步，杀无赦！<笑>你以为可以处置我？我还没输。动手吧！陛下小心！<笑> 这不是在祭祖吗？这是何地啊？朕知道了，这一定是那些乱臣贼子的心手段，想将朕困死在这会动的棺材里。朕以武攻击天下，岂会怕你们这些群英草芥？今天我看来朕的手段，神掌。 张小凡，太好了！没想到这后宫佳丽三千，只有你一个人对朕最深情。今儿起，朕册封你为皇后，跟朕一起数万民跪拜，看遍山河万里。<笑>哎，你们现在都说什么了吗？皇上，皇后。 陆雪啊，你娘还在这当保安挣工资，她在这想当皇上三妻四妾呢。莫雪啊，有没有大哥给你打个电话，把今日面的人叫过来啊？是。徐飞，你可要长国阵。够了，张小凡，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念你当初是因为我重新入赘陆家，哪怕你一事无成，我都不和你计较。可是你现在连个保安都干不好，看看你现在这身装扮，你。 朕今日这件龙袍，选用的是金牛玉器，我用九条金箍，为十二张，又和九支盾之术，又何不同？神经病，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爱吃就爱演。门帘真不错。你，云飞，你别走，我要把朕引流在这古怪之地。 各位何物？煎饼果子。煎饼果子。什么？
大清没有王了，大清没有王了！大清王了！不是这样，后面是有宁氏古董行和华联国宝藏库的斗宝库，你负责当天店里的安保，这是我最后给你的一次机会，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没做好，我们就离婚了。啊！这怎么回事？ 传阅了，竟然过去几百年，林如雪，她是林飞的后人，韩坠飞，这个朝代竟然如此卑微。卑微又如何？朕能统一九州，自然能在这个朝代另打下一番叫声。你先喝，我先喝酒。 这个规模和参展商都已经超过了以往。尊敬的各位来宾，2024届斗宝赛正式开启，有请林氏古董行代表林暮雪小姐、花莲宝仓部代表 Peter 教授。你个臭保安！兄台小心！兄台，朕。 我看你肝火旺盛，脚步虚浮，是为肾虚之象吧？切莫再生气，正所谓其他不缺，我缺什么？这林家的臭看门，你要跟我嚣张，以后等着，今天不光是你，这个林家所有的费用都得给老子滚！你，这花莲宝藏铺。 什么来头啊！竟然敢如此！连Peter王都不认识，他可是全球 S 级鉴宝石，入了花莲国，认了花莲爹，今天更是放话要代表花莲宝藏铺把大夏所有的鉴宝石全踩趴下。爷爷，宁选暮雪代表我们林家出赛，看什么时机。饿了。什么？身为大夏男儿，竟被典忘宗认贼作父！ 简直不知廉耻！我不知道今天全球吃货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花莲的代表，你别连累我们林家！你这个废物，真的不会滚蛋！够了，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多少说两句吧。西泽旭，你少得意，今天就是你和林暮雪滚出林家的日子。好了，暮雪和林飞一脉相承。 监禁贵子之，恐怕会夺人性命。本次斗宝双方带来的都是古玩市场百年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为的就是彰显国才，比试学识。今天谁能够鉴定出对方宝物的出处、来历、作用、典故者，没胜。废话太多，又皮特教授哪有时间跟你们在这里玩过家家？要玩咱就玩点大的。皮特教授，请训话。 我听说林家号称大夏第一古玩世家，所带的珍宝无人能鉴定出它的来历。我偏不信你们大夏有这样的宝物。林总，这样吧，咱俩打个赌，我只要能鉴定出你林家这些珍宝的来历，那你们这些宝物就归我。同样，你要是能鉴定出我花蝶的宝，我也把它送给你。林家祖训，这些珍宝承传的是大夏百年心血，负责者们问，刻不得名字。 干什么？这个被点忘宗旨，他根本就不想动，只是想趁机强取豪夺吧。又是你这个看门，你猜的没错，我就是想动。谁让你大夏这些垃圾天生就比人低贱呢？天生低贱，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强者所猎。夏琳从这样的小美人，应该很喜欢。拿开你的脏手！ 看来林总好像不大愿意啊。老子这个人平生最怜香惜玉，这样吧，那你就当着这些设下头的面说一声，你们林家都是废物，大夏的宝物都是垃圾，然后再当着全球直播的面喊两声：“老公好厉害，老公，你欺人太甚！”什么大夏这些一件宝石？
人家是掌门人，抓住他的这个份上，他不敢赌。屁不是，滚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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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京城叶兰斩，自然是林飞亲手烧制，私下奉承以作弟子。能认识此物的，只有林家千金之。穆雪玄此物斗宝，这一局也算稳妥。这不就是一个破枫叶盏吗？也快被称为稀世珍宝，还没有我们花莲国乞丐用的碗好看。此宝是我林家祖传私物，典籍中从未记载，林家也从未对外展示过。你怎么会认识？我都说了，只有你们大夏才会把这些垃圾当成宝。我不光认识他，我还知道这个破盏是他们林家祖上林飞那个老娘们勾引男人。秦启荣，你侮辱，还给我！林总，你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啊？咱们俩可是有赌约在先呢。按照赌约，你这个破盏现在可归我花莲宝藏库了。怎么，你想爽约？来，各位记者朋友，来，往这派，我要让全球的观众都看着林家这些废物是怎么当成来宾。这才第一局，全球善意观众都在关注此次夺宝，无论如何也不能输了大国旗。这局我林慕雪愿赌服输，不过此盏乃千古一滴御用之物，我林家几百年来珍而重之，不敢有丝毫纰漏。今日转葬华莲宝藏，还请贵部妥善收藏，以传后世。一个废物皇帝用过的一个破盏，也被我们花莲宝藏不收藏。你这才是垃圾该有的样子。这是我大夏珍宝，王长贵，你怎么敢？你是大夏人，你给我闭嘴！少用你们大夏这臭名字来侮辱老子！老子现在是花莲国籍，万爱外在，替你得我。这帮大夏，这就顶不住了。后戏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宝物都没有上呢。我要让全球的观众都看着，你们大夏的这帮是怎么被我一脚踩在脚底下的？是怎么被我一脚踩在脚底下的？站住！你要干什么去？这个人渣竟然会认识林家私物，这里面一定有诈！行不行？这么被人欺负！到了，全球多少商人都在看着呢。斗宝不容有失，你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上台，欺负上我林家更加难看。来呀，把他带下去！你再出什么幺蛾子？是爷爷。怎么还想打我不成？带走！你个死废物，还学别人护妻？你也配？咱们走吧，让他自己在这儿老实待着。等等。你不是很会心疼那个小贱人吗？那就好好看看他是怎么被人玩的。来，还看这些破玩意有什么用？龙头，龙头，青铜器，青铜国之重器，不可一世，明令不得踏出国门。你们盗我大夏重器，太过分了！历来斗宝展示是各国自己的珍宝，他们怎么能用我们的东西和我们斗？林总，把我们的青铜重器拖回来。拖回去，拖回去！又，这就急了。我们花莲国就是厉害啊，但是这东西在我们手上，那可就是我们的。你们这帮能把我怎么着啊？志总啊，还有时间跟我在这对抗？我劝你可想清楚了，你还是好好看看这个破瓶烂铁的来历和重量，否则他就只配给我。怎么这就是？青铜牛奶帝王李立基似纸人，无一凡品。可这造型，我竟然从没见过，出处更无从得知。是啊，猜不出来啊。既然林总猜不出来。你废物，就这也配代表我们大夏斗宝去死。行了，我说你们这帮人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还是我来帮你吧。林总，这样你只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咱跳上一段同意，我就把这答案告诉你，顺便把这个破铜
卑鄙无耻！卑鄙无耻！这怎么能算是卑鄙无耻呢？我这可是在帮你，你想清楚，这可是你唯一拿回这个破铜烂铁的机会。胡人，你们都听到了啊？还说什么国之重器不可遗失？我就让他跳断，我都不愿意。我看也没多想。你们完了，走。 季代教授，收破烂的我已经联系好了，像这种垃圾就应该回炉重造，他们想要，下辈子吧。林木雪，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技不如人，那也就算了，现在还有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再次带走我们的国之重器，是把我们大夏人的脸。丢进，我要是别说什么脱衣舞，就是死也得把重器丢回来。丢进。 你都看到了，就不说你可是救了我一个，幸福全家呀！林总好像有点害羞。林总，我来帮你拖吧。走开！别碰我！林木雪是大夏的队长，千古队长，千古队长。 火掉！火掉！火掉！林总，脱衣舞，脱衣舞，你得脱呀！ 是林木雪自己选的，你这个臭保安找多管闲事！没错，他让我们大夏蒙羞，这样的后果是他自找的。是，就是。荒谬！今日动武，勇战场。尔等身为大夏男儿，既不会英武，不会敌，也不会失去什么，没血性，没骨气，只会把罪责推在一个弱女子身后吗？我大夏心开疆拓土，仗阵杀敌，要的就是你们这群废物，大夏的耻辱！ 还有你，背负媚外求荣，恃强凌弱，当众！今日朕就将你亲手斩杀一死，以正纲纪。你一个臭干部，你给我在这摆什么皇帝老子？斩我以正纲纪！哎，各位记者朋友们，来。 好好拍一拍，好好看看这大夏的废物是怎么输不起仗势欺人。就是，你今天要是敢动 Peter 教授一根汗毛，我花脸必向国际问罪大夏。程小凡，你一个保安对付不了他们，你快走，林家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尔等才是疏而不认，阴险狡诈。今日我就让你心碎。 青铜器距今千年，锈色和气体合二为一，深浅一致。而你们看这个东西，锈色符表面这明显是个线，就是猪嘴。怪不得总觉得哪里不对，小凡，你不会看错了吧？当然，哎，玩不起就开始胡说八道来，真的假的？朕敢在此起誓，若有犯罪，以死谢罪，你敢？
这个人的话不能信，他就是个神经病，成天妄想自己当皇帝。他说的话那都是疯话。没错，他不过是我们林家养的一条废物赘婿罢了，他哪里同什么鉴宝啊？我看他就是疯了。我看他说的信誓旦旦，还以为是真的呢。原来是老子不好使了，害得我们空欢喜一场。林家这俩人，一个无用，一个有病。你们居然帮着贼子一起颠倒黑白。我们说的可是实话。要我说，你也别赖在林家当什么保安了，演戏去吧，演的还怪好呢。林哥，这可是你们自己人说的，我还以为你小子真有点道行，原来就是个神经。大夏居然让一个傻子前来见宝，小兰，说要以死谢罪，那我就好人做到底。上，写好让大夏他们废物看清楚。花脸不是你，谁敢？大夏撒野！谁敢在我大夏撒野？李文，大夏博物院院长，他怎么来了？诸位。这位年轻人说的没错，这件青铜器的确是赝品，花莲网盗部怒气作假，一目混珠。听了，你别再找我说八道，心口开河。你说假的就是假的，那得有证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为了帮这个废物，你不拿下就是输不起。证据输不起。诸位，这些青铜器是我刚从一个制假窝点缴获，那些工人已经交代了，是受你们指使制造了大量的同款青铜器销往全球。王掌柜，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好啊，原来是你一直在骗我们。枉我们把你当座上宾，太无耻了，还差点害了林总。呸！欺我魔辱我妻，这下该谢罪了。谢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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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让他们给我滚！谢罪！他们只要敢动我一个，谢罪！大家静一静，年轻人不要冲动。受害者姿势体大，给这种人惹上官司是犯不上。难道就任由他践踏我大夏尊严？当然不，制假售假在古玩界最为不法。我已将花莲宝藏库造假一事通报给了全球文玩企会，文玩协会一致决定将花莲宝藏库出名。本次斗宝，我宣布花莲宝藏库快。没错，所以这个王长贵就交给他的花莲爹郡主治吧。他连累花莲宝藏库身败名裂，他的花莲爹昏聩放火。好，那此事就依您之言，还望您莫负大夏之德。若再有这等贼子辱我大夏，我必率大夏热血男儿血洗贼子之江三万里。出去，走。你们怎么？我不能说。皮特教授，他们不能走。要是给会长知道了，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就是上个输了比赛的已经被会长剁成肉酱喂了狗。彼得教授，你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赢，我不想死。站住！比赛还没有结束，你们不能走。我看还真是什么？我举杯敬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前阵第十三年，天降异象，您于其祖日不知所踪，有亲王贼心不死，伙同外族盗走传国玉玺。现如今，传国玉玺沦落外族几百年。什么？传国玉玺乃皇帝所代表我大夏受命于天际受辱超，其在，而大夏超即亡，而大夏败，岂可沦落到外族手？请陛下做主，迎传国玉玺归国。请陛下做主，迎传国玉玺归国。请陛下做主，迎传国玉玺归国。诸位有武华陵，以上念我大夏，朕在此立誓，传国玉玺绝不承诺，朕和玉玺共存亡。小凡，小凡，你怎么了？畜生！哎，朕把你砍饶你命。可你竟敢抢我传国玉玺，是你们逼朕说的。你说什么？这盒子里是遗失了五百年的传国玉玺。没错，这盒子里正是你大夏的传国玉玺。啊！
使劲掐死我！有你个大夏的玉玺陪葬，老子不跪呀！究竟想怎么样？看吧，你不是喜欢当皇帝吗？我给你这个机会成全你。此乃真龙秘境盒，只有生寒龙气者才能打开，否则触动盒子内的机关，里面的东西将会毁于一旦。小子，有本事我们再赌一把。你想怎么？很简单，只要你打开这盒子，里面的东西归你。你要是打不开，你就得撤回对我花莲造假的封建，并且当着全球观众的面向花莲跪下。大侠，其实是我们花莲的手下败将。哦，但是我如果打开了，你就下跪谢罪，承认花莲宝藏铺没历史，不择手段，卑鄙无耻，人人可以诛其。教授，会长这次让咱们偷偷来大夏寻找蕴含真龙之气者开河区玉玺，要是真的让他们赌赢了，咱们恐怕没法跟会长交代。觉得现在我们就是扳回一局，还有内讧花莲吗？可是，别说可是，听说大夏子前阵地之后再无长老，哪来的那么多蕴含龙气者全部出？好，我答应。小子，这真龙秘境盒老夫有所耳闻，今日若是我们拿回传国玉玺，还可以许于诸子；但若是因暴力拆盒毁了玉玺，那可是千古罪人。你真的有把握？我定不负大夏之托。好，老夫舍命陪君子，今日和你，咱们离吧。传国玉玺即将重见天日，逃出花莲宝藏库，玉玺回家了。这一株真龙之气为何没开？糟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株真龙之气已非真龙之身？没开！我就说了，你们大夏这些废物根本打不开这瓶，你们大夏输了。原以为你这年轻人有点本事，没想到竟然也是沽名钓誉，装腔作势。这读书人是小，丢人是大。闭嘴！闭嘴！他们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我要把你这个废物拍下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看看。跪呀、啊！给教授跪呀、啊！给那花莲跪呀、啊！我知道。哎，蒙的不行就给我来武的是吧？传国玉玺啊！天佑大夏，天佑大夏，玉玺回归，玉玺回归，国祚永昌，国祚永昌。你这废物怎么可能打开我这秘境盒？你不是张小凡，到底是谁？你这种背土忘忠之人，怎么能知大夏珍宝的精髓？所谓真龙秘境盒，你只知真龙，却不知秘境。此盒为阴沉木，是为极阴，而大夏真龙血则为极阳，所以开启此盒真正的奥是我大夏的阴阳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像你这种利益熏心的外人怎么能懂？愿赌服输，现在轮到你。归还一玺，可投认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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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想，我是不可能给你们大夏这帮废物跪下，找死！向大夏认罪，向全球认输！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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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跪下！好，跪下！我跪，我跪！错了，我花莲宝藏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好好好好好！别太过分了，我他妈以前给你跪下，我已经够给你脸了，别得寸进尺。我身后可是花莲，即便是花莲来了，我看你奈何。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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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滚开！大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这帮人合起来欺负我们花莲宝藏队，没听见彼得教授说的话吗？这些人胆大妄为，欺辱外省，给我把他拿下！大人，等等，不用客气，您弄错了，是这个人。闭嘴！这个东西给我关了。还有，把闲杂人给我清出去。走走走走！李文，这个臭保安不懂规矩，你也不懂规矩，你把霍勉全当儿戏呢？想去我们督察府广场十大酷刑吧？这今日孰是孰非，大家有目共睹。是这个人答应我，只要我打开真龙秘境盒，就归还我全国玉玺。你堂堂大夏督察使，是要助他霸占我大夏之土吗？你，李德教授，你答应他们说是要把玉玺归还了吗？我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这样，我是说，只要能打开这个盒子，那东西就给你。但是我可没说要给你什么玉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盒子既然你喜欢，给你了，啊。好了，真相都弄清楚，还不给彼得教授道歉？你们这是玩文字游戏，大夏有你们这种人，如何兴旺？该问死！放！且玩什么？哎，该怎么了？给我毙了！好，我倒要看看现代的兵器能耐何。班长，班长。大家都不许动手！小声点，别冲动。大夏至宝，流亡异乡，问题由来已久。今天能让他们下跪认错，已经是很不容易。剩下的事只能徐徐图纸。督察使，虽然你的职位比我高，可今天斗殴是我们古玩界之间的事情。若你非要对这位小兄弟动手的话，就是披上这把老骨头，让上面的人来评评这个理。你，大人，何必跟这把土帽子动气？玉玺在我手上，五日之后我会将玉玺送上国际。以这个玉玺的价值，应该可以足见日军。哎，说来我还得感谢你。好了。如果你想参加彼得教授的拍卖会，你随时可以。不过我听说这种国际拍卖会，光入会的保障金就要500亿。一个小小的保安，一个月3000块钱，恐怕连门都进不去。你们放心，我一定堂堂正正接传国玉玺价，五日后国际拍卖会见。啊，我等着你。我看你怎么进拍卖混的大门。夫人，今日之事虽有所遗憾，但让老夫也见识了什么叫英雄出少年。这是老夫的国务令，见令不见老夫亲。从今日起，大夏船行归你调令。这可不行，国务令举足轻重，我受不起。这国务令不是让你怒拳生擒的，接传国玉玺回家，乃我大夏举国之大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老夫也想尽一些绵薄之力，可是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了，老夫还得先走一步。这拍卖。传国玉玺不是一家一人之财就能解决的，老夫还得想想其他的。先告辞了。那就劳你了。小凡，李院长做事自有神，你请啊。
你不是我家，谁说的？你以为今天你帮了我，我就能原谅你这几年来一事无成？想让我高看你一眼，远着呢。哎，还不走？你想一辈子都住保安室，还是等着我来接你？ 哎，等等我！小心！哎，不，那就是如今的大夏，百年成就户，江山依旧万里红啊！啊！ 滚！魏雪，爷爷，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许！爷爷执行家法，哪有你说话的份？还不把二小姐请下去？张小凡，你可直说！你可直说！我张小凡行得正，站得直，不拘合作之。张小凡，你还在这嘴硬？ 今天在斗宝大会上跟人逞凶斗狠的算，你还敢带俺去参加什么拍卖会？你知不知道，就是把整个林家都卖了都不值500个亿，这样的去留，没有人会认识你的死罪，只会说我们林家无能。没错，你得罪的还是花脸，就动动手指头就可以灭了火。如果我们林家再来了灭顶之灾，你还有什么说的？爷爷，请你别给他费，直接把他给打出去。 要死，你自己死，连连累我们林家。原来是你们俩在挑拨林家。阿凡，放！哎，惹是生非，隐瞒不化，不知悔改，还敢打疯？你把我林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吗？没把林家规矩放在眼里的应该是他，那个王德媚外求荣，什么都学花莲做。 吃生肉吃的身上一股子骚气，而他们俩身上也有同样的骚气。如果没有近距离私下接触，怎么会有同样的？那个王彼得能猜出星辰剑兰斩的来历，本就蹊跷。就是他们俩把咱泄露，是你们差点逼死穆雪。什么？什么？爷爷，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四体啊，可没有见过什么屁大王。再说了。 什么怪味不怪味的？今天会场人那么多，谁正在那站着？就是，见识别人都闻不到，就你一个，你不怕？住口！他们可是穆雪的大哥大嫂，我们是一家人，他们怎么会对穆雪做那样的事情呢？把这个签了，我们林家。 要不起你这样的女婿，你的事情跟我们林家毫无关系。签了吧？走开！爷爷，你让我和小凡离婚，我不同意。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你不要以为今天才赢了斗宝赛就是什么人才了。你看看这个。 画册，这是你大哥大嫂在他住的保安室发现，他的那点剑法之术都是从那个画册里头学来的。今天很运气，要是他赢不了，那我们林家都要跟着他一起万劫不复。爷爷，可是今天没有张小凡，咱们林家已经万劫不复了。不要再听你说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定了，他为你冲喜的事情。 已经结束了，我们两个世界的人迟早是要分开的。来呀，把二小姐给我带下去。放开我！哎，放开！你个废物，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怕掏钱吗？你们放心，尽快传过玉玺的钱。
班师日期班师月，城北金龙鸟一雀。兄弟，来，我看看你，你个富贵发小，你个前程饱满，一个好人，今个必定发大财。来，让我看一下你的书。我看你今后必定发大。妖妖之地，龙盘虎踞。干嘛呢？你在这儿？你在干嘛呢？不让摆摊的。看来挣钱没那么容易。就是你，就来。就是你，就来！哎，你别跑啊！不要再给我们动手了！哎，哦，哎，姑娘，没事吧？抓住你了吧？看你这是往哪儿跑！我什么都没干，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大夏国院院长之女李心爱，见过史上最帅保安啊！鉴宝赛直播我们都看了，我爸说了，你是我们大夏最帅的男人。迎玉玺回归大夏，我们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哎，他在这儿呢。迎玉玺归国，万宇地产捐赠十亿。迎玉玺归国，豪情集团捐赠十亿。迎玉玺回国，百越集团捐赠十亿。有好事不能让这些有钱人抢着前头，咱也捐，我捐500。对，一起，500。我去，我也捐。谢谢，谢谢大家。没想到短短一下午的时间就错过了几十亿，你相信我们一定能凑500亿的，回归大夏。诸位今日难请，我钱，我张小凡，莫请多来。史上最帅保安筹措亿万现金，大夏儿女同舟共济，传国玉玺归来有望。教授，国际拍卖会是中立方举办，按规矩办事，价高者得。要是真让那个死废物凑够了钱把玉玺拍走，会长一定会杀了我们。会长和大夏可是有血海深仇啊！那就让他们永远也凑不够这玉玺。你们两个不是想要林家吗？这次的事帮我办好了，林家就是你的意思是？别的教授放心，只要能除掉张小凡和林伯勋，宝贝儿，一切花莲的东西怕是不是真的。大哥大嫂，小凡究竟出了什么事，让你们这么晚喊我过来？哎呀，暮雪，别着急嘛，来，先坐下。林大嫂，慢慢给你看。不对，是你们骗我过来的，小凡没出事。林总，是你？我知道了，你们担心小凡凑到钱拍下玉玺，故意骗我过来想威胁。你们竟然和这种人渣勾结在一起，现在知道了，晚了。不是，我这就把你们告诉爷爷。哼，死人！是告我错。听大教授，那你的呢？喂，不想让这小娘们死，临时雇的保安，一个人来。喂，喂，算了，雾水出现了。喂，爸，林家出事了。吴雪，小凡，你快走，这里面娇气啊！早知道你们两个为了一己私欲认贼作父，那一天就不该放了。骂吧，我看你能骂多久。你究竟想怎么样？有本事冲我一个人来，放了他！冲你一个人来，好。
学人家营救浴血，你求这个本事吗？英雄救美，你什么？跟我作对，你够格吗？我以为你是个硬骨头，合着也是个软脚虾呀？啊！李德教授，他目前来的一百亿全在这儿了，我们这一回可以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了。钱你们拿走了，夫人。钱你们拿走了，夫人。放人？老子这个人做人一向钱眼，要人也要。你不是喜欢英雄救美吗？我成全你。我今天就把这个小娘们和你还有这些无懂字画破铜烂罐子一起送上天。慢着，林峰教授，目前是你们的妹妹，这里的珍宝可是大家几千年文化的传承，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它毁于一旦吗？少说那也没用了，一个宝藏铺能换来整个林氏集团，这太值了。就是皮特教授，你赶快动手吧，这林木雪压了我们几十年，我早就想让他们升天仪式开始。小凡，快跑，别管我。在堂堂一国之君，还不愿和你们这群宵小计较，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战，就别怪朕心狠手辣。既然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战，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你说啥呢？还没装够？陆晨，你们去吧。小凡，他们人怎么都没了？现在还在吧，就是些小戏法而已。戏法？你还会大变活人的戏法？赵小凡，你没事吧？你是林小姐，我特奉家父命令来帮助赵小凡救你。眼下你二人相安无事，那我就先走了。林小姐，赵先生在我。哎，等一下，人是救过来了，但我刚刚筹的一百亿没了。没了！是哪儿啊？我不是在临时工动行吗？这是哪儿？是啊，皮特教授，张凡那个小子不是快要被我们弄死了吗？这里是？别碰我呢！不能碰海峡夫妇，你等我！张小凡那小子，我真是会什么邪术啊？他就是一臭保安，哪来的这么大本事？背后肯定有人把子。教授，刚刚得到消息，我们安排在古董行外边的保安被李家幼女打晕了。臭保安，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是李家在后面帮忙。教授，咱怎么办呀？慌了，我们钱已经到手了。至于他李家敢跟我花脸作对，我看他是活的放了死。你的意思是，李氏香料行业重现古法合香，重金购买龙涎香，这样。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香水，你可以随便看看。如此珍贵的龙涎香，居然也会在此蒙尘，看来李家底蕴果然非凡呐、啊！张小凡，你嘟囔什么呢？哎，没什么。你不是说有解决的办法吗？国际拍卖会在即，筹到五百亿，难如登天。要是举全国之力，那就会变得千人一起了。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写的硬盘，由我李家担保，全国之力凑全国一起回家。我不同意。姐，谁让你坐这儿的？站起来！
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为了赚钱，买彩票，委身于女人，出卖身体，骗人算卦，无所不用其极，打着爱国的口号骗我李希月的妹妹张小凡，你真是胆大包天啊！你来人，今天我就把这中州臭虫彻底赶出去。等一下，姐，你误会了，张小凡在直播间里的表现你也看到了，爸都说了，他是一个。也是男人，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误会？这张小凡是骗子一事，整个中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况且林家祖孙俩向来自私自利，这么林家玉修的女婿有什么好？我看他八成就是为了仗着我们李家的事，为他自己圈钱，然后再去讨好林晨那个铁公鸡，最后再舒舒服服的当他的废物女婿。不可能。不可能。好啊，那你让他把昨天仗着咱们李家的事圈他那100亿拿出来。怎么拿不出来吗？这血馒头像被天打雷劈的。姐，这是真的误会了，是林家林峰绑架林不雪，小凡才没了那100多亿。还说这件事情分明是林家上下合起伙来骗你的，就你还傻傻的蒙在鼓里。你知不知道昨天捐钱的富豪已经到咱们家要钱，要不是你莽撞担保，咱们家能白白浪费100多个亿吗？还有你遇事就往女人身后躲的废物，今天这件事你李家算是吃了这回。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李总怎么发这么大的火气呀？王总，您怎么来了？我特地给你送钱来的。送钱？进来。李总，你看，这是？你猜的没错，这是你托我找了许久的龙涎香的原材料。您要重振大夏古香，这龙涎香的原材料那可是必不可少啊！我也是看在我们两家的情分上，先将这材料送到你李家香行，一口价50亿。50亿？可我李家目前所有的活动资金只有50亿，要是全买了这龙涎香的原料，香行命运苦大。富贵险中求嘛，这龙涎香的原材料那可遇不可求啊！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们走吧。谁说我不愿意？上来。班长，龙涎香原料，我看是猪屎香原料才对。你小三，你别开玩笑。我没开玩笑，这个东西看着就是，实则不过是最廉价的猪屎香原料伪装而成，20块钱一斤的东西，王总也敢狮子大开口？你是真当李家没人不成？你李新玉，我好心好意的给你送来龙涎香的原材料，你竟然任凭这个黄口小儿在我面前侮辱我！我可以道歉的，总，你们顾仲东这些香水都是他造的，我竭力对得起他，我一定会做事情。抱歉，抱歉，他还不配，我大夏无法合香，以药为引，既能安心养神，又能融入琴棋书画等养事，一颗含香丸更能余香百年。像他这种仿造洋人调配而制的化工制品，还是我要张小凡的面子。你一个小瘪嘴儿！我看你今天是重新给我过不去，是不是想侮辱我？你们愣着干什么呀？把他的牙给我打碎，以儆效尤！这牙打碎扔出去，以儆效尤！妈。李新月，你什么意思啊？听你的意思，你懂无法合香？它的味道和我以前用过的一款无法合香的味道有点相似吧？无法合香放眼全球都是香道至尊，只是现在会这门制香技术的人少之又少。你竟然用我无法合香，注重哪种合香？龙涎香。小凡，龙涎香是中共皇帝水，你大言不惭、自以为是罢了。大言不惭、自以为是罢了。无知者无畏。你什么意思啊？看来你的学问还不如我一个看大门的。意思就是你是个草包而不自知。好一个黄口小儿啊，你是进酒不知吃罚酒。来人，行了，别哭叫了。你不就觉得我打了你？如果今天我能证明它不是龙涎香的原料，你如果能证明这个龙涎香的原材料是假的，那我这个首席调香师的活我不干了，我退出调香界。但是我这个药是真的，你呀、啊、自断双臂，跪下爬出去，从我面前消失，你敢不敢跟我赌？有何不敢？凭什么？你这个仗势欺人，强买强卖！强卖！等等，
你以为啊，我跟你们两个在这玩过家家的，辱了我的名声。想走，留下你的生命。辱了我的名声，想走，留下你的生命。谁说我要走？大夏香道源远流传，你不弘扬国粹就算了，还把洋人的化工原料视作珍宝。退出调香界倒是挺好。今天我就给你赌一把，李小姐，这个见证人你敢不敢当？你确定要赌？当然。既然你要自找死路，那我就不拦着你了。但是看在心爱的面子上，如果你输了，我们李家可以替你出面求情，留你一条狗命。求情就不必了，倒是有一样东西，我倒是要向李小姐借来一用。什么东西？就是他，张小凡。难不成你要用这种垃圾都不如的东西来证明我的龙涎香是假的？垃圾，在他面前，你的那些原料还是垃圾。你什么意思？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龙涎香原料。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龙涎香原料。你说这种舍不得台面的垃圾玩意儿是龙涎香的原材料？这种垃圾玩意儿用它来做洁厕灵，我都觉得骚气。张小凡，你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块只是几个渔民送我的不值钱的香料吧？没想到你今天拿着它上纲上线。今天同意你与王总比试，是我做的最错的决定。我看这个比试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行了，好了，王总真是对不住了，让这个废物质疑了您的权威，还请您见谅。来人，把他的手给我打断，关起来。打电话告诉李不许，想接人，让他亲自来道歉，否则我就把这个废物扔去喂鲨鱼，替庄庄除害。我看谁敢！爸，您来的正好，你看到的张小凡就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家，咱们家千万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闭嘴！爸，张先生，都是我这个大女儿不懂事儿，给您添麻烦，抱歉。您倒严重了，不过您这位大女儿只是生性暴躁，急功近利，以后还是要严加管教，怕是日后别酿成大祸。是呀，子不教，父之过。看来以后我得抽时间好好的管管你们了。院长，您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来龙涎香的原料，是这废物他污蔑我在先的。还说这个垃圾玩意儿才是真的龙涎香的原料，这不是欺骗你们李家呢吗？是吧？欺骗是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连我李文镇定的贵客你都敢侮辱，当我李文是死人吗？而且李院长，怎么你还不服？我不敢。张先生，这真的是龙涎香吗？李老，你也不信我？当然不是，只是这香料和剑宝不同，尤其这龙涎香是由抹香鲸的内脏提炼而，有一百年都未曾被人捕获了，早就成了传说。这真的有可能吗？香啊！好香啊！你们看，这味道和书中记载的一样，这真的是龙涎香！你们两个还有何话可说？还不赶紧给张先生道歉！月月。可是如果张小凡手里拿的是真的龙涎香的原料，那这是什么？我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趁我不在竟然拿这种劣等的香料来欺骗我李家，你真的是该死。误会啊，误会啊，李院长，我不是故意的。误会？难道你张口就管我要五十亿？要不是张先生出手相助，我李家香行都会在你手里了。你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你说我说呀。是花莲的王教授和林家的长子林峰，他们记恨你们李家为张小凡出头，先是造谣毁了张小凡的名声，再让那些富豪找你们李家要债，然后让我来一举偏空你们的财产，让你们资金链断掉，倾家荡产。阴暗很多小人，我们李家菜都栽在他的道上。张先生，
对不起，是我学艺不精，误会您了。无妨。行。张先生，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我退出香料界好不好？我再也不给您添麻烦了啊！你相信我，我不想坐牢的。带你的狗，赶紧给我滚！带你的狗，赶紧给我滚！哎，我滚。小凡，你就这么就放过他了？冤有头，债有主，一条狗而已，还不值得我。张先生信用宽广，果然非池中之物呀、啊。既然此事已了，那我就不麻烦各位了。正所谓身正则事正，关于众筹迎传国玉玺回家一事，待我在林老爷子七十大寿上重振我张小凡声名之后，咱们再细细行动。张先生留步，这龙涎香价值不可估量，今日若非您啊慧眼识珠，我们还一直抱怨。这样我出20亿算是感谢费。不必，是您帮我在先，晚辈不过是投桃报李罢。张先生不要这么客气，这传国玉玺之事您后边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就算我是为传国玉玺尽一份薄力，那就感谢你了。不过林家确实被我拖累的损失惨重，我有一份礼物想送给你，我想您一定会满意的。写字呀。好字呀，堪比大家，难得老夫之心呐、啊！等等，这是龙涎香香方，今日发现的只是抹香鲸的内脏，若想重现真正的龙涎香，必须要有古法香方，而我对这香方涉猎不足。只记得这一位我常用的，今日就当是借花献佛。这要是能再现龙涎香，那我大夏必然在此真经取经。这种方子，别说20亿，100亿都值啊！这让我怎么感谢张先生啊？您倒言重了，光耀大夏也是我的心愿。张先生，我现在就去通知再现龙涎香。改日登门拜谢。月月跟我走。哎，留下来好好招待张先生。告辞。别走呀，我爸让我好好照顾你，他给了你20亿，是我的钱。小心怎么样？心爱的，别闹，你别闹。张小凡，张慕雪。桃园那间上间，你这不上进的东西！姓王的调香师已经被彻底逐出调香界了，你还在这唱小曲儿？什么？肯定知道我们联合花莲的事了，怎么办呀？他知道那怎么样？你别忘了 ，Peter 教授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大人物呢。明天就是爷爷的七十大寿，到时候我们先发制人，彻底把这两个废物赶出林家。爷爷，人都来了吧？爷爷，暮雪和张小凡那个废物还没到呢。自从掌管了林氏古董，这暮雪的架子是越来越大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这寿宴他才是主角呢。林总可能在忙。还有什么事情比参加林老爷子的寿宴重要？果然是女流之辈，哼，没有一点格局。林家林暮雪到。
你看一看，这来晚了还这么高调，真是不知道轻重。别说了，别说了。区区一个临时职员，也敢妄议我们家的事？看在爷爷大寿的份上，自己滚出去，以后别让我在林氏再看到你。我也是林家大少，几次三番请到林家的，你说辞就辞？哼！穆雪，王叔好歹也是我们林家的老人了，你这么做未免也太仗着气儿。这俗话说忠言逆耳，难不成你林穆雪还真要把我林氏变成你的一言堂？就是，王叔对我们林氏向来忠心耿耿，更何况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穆雪，你这么做是想毁了爷爷任人唯贤的名声，伤了林氏这些老人的心吗？穆雪，我就是这样教你长家的。笑什么？我还以为大哥会说穆雪处事公允、行事果决，像这样挑拨我们兄妹关系、扰乱林家清净、不知安分为何物的东西，也会留在林氏。你什么你？哼，我想起来了，大哥还没掌过这林家的事吧？难怪不知道这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的道理。你少胡说八道！穆雪，今天可是爷爷的八十大寿，在他老人家的寿宴上，公然辞退缘故，给他老人家添堵，抹黑爷爷的慈商形象，看你才是欺心当诛。添堵？都说一夫不识二夫，此人端着林家的饭碗，还妄图插手林家高层任命，视为不忠，犯错后咄咄逼人，厚颜无耻，挑拨众人，视为不义。如此不忠不义之人，行业封杀也不容。再说爷爷经营林氏几十年，保林家上下富足靠的是这慈商形象，是善恶分明、恩威并行的雷霆手段啊！蠢才！我蠢？在场的谁不知道张小凡就是一个毫无底线的骗子？要不是你死拉着他不肯离婚，我林家的股市怎么会因为他拖累一跌再跌？你身为林氏掌权人，你还有脸在这骂我？骂的就是你，骂的就是你！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穆雪，那件的事情没跟你解释。怎么，林穆雪，你现在也开始嫌弃他了？闭嘴！我的家事轮不到你插手。放肆！你信不信我抽你？你敢动他家事？好几个废物，你敢动我？既然你诚心来给老夫过寿，那就当着众位宾客的面把这份离婚协议给签了，放了穆雪一条生路。从此林家跟你张小凡再瓜葛。爷爷，我说过不会和张小凡离婚。是由不得你，之前就让这个废物逃脱一次，今天我们休想再逃脱。来呀，就是压，要让他把字给我签了。爷爷，小林总，你就听林总的话吧，不然你林家迟早会被这个废物都第一笑话。我看林家家主之位还是我看大家说的没错。爷爷，你亲眼睁睁的看着林家因为林穆雪的一己之私败落，倒不如把古董铺交给我们家林峰打理。以林峰的能力，短时间内让古董铺的营业额翻个番，那根本不成问题。就凭他，你们可别忘了，当年林家古董部陷入危机，是穆雪力挽狂澜挽回大局。如今林氏古董部经营良好，你一句话只要收回林家家主名声，你哪来这么多？你少翻我手掌！我的能力还轮不到你一个看门之人。爷爷，孙儿知道您爱好酒酒，今天是大寿，给孙儿特地寻来的是嘉年华，这可是百年窖藏，价值千万，价值千万。林大少阔气呀、啊！林老爷子，赶紧尝尝。好，好，好啊！酒逢刚开，便酒香四溢。老亲不明，回味无穷，妙妙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冠以国酒之称饮之延年益寿的醉清风？正是，没想到你们还有点见识。胡某愿意千万订单做礼，向老爷子讨杯国酒尝尝。这醉清风，常人千金难寻，得一小杯者，就像祖坟冒了青烟。
可见林大少背后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容小觑呀！我胡家愿意林少马首是瞻，只求林少赏我胡家一门富贵啊！刚才啊，不是想露一手，不足挂齿的。这刚才哪一个说林暮雪的能力卓然来？那想必暮雪你的理一定比我的更为贵重。暮雪，你还等什么呢？你该不会是没给爷爷背礼吧？装腔作势。爷爷八十大寿，孙女在此献上刻有寿字的翡翠灵芝绿如意，愿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卖啥大关子？就弄出这么个破翡翠来？寓意的。不过和我们国酒比起来，还有险金的话，小家子气。暮雪呀、啊，你嫁了个废物也就算了，你这眼光怎么还被废物拉低了呀？今天可是爷爷的八十大寿，你就拿这么个破玩意儿应付爷爷呀？你说话给我注意，什么叫应付？这还不算应付，就这破烂，我林家古董的仓库里边是一抓一大把，就算刻一万个寿字又能怎么样？还不就是个破翡翠，在我们翠清风面前，那是一文不值。那你倒是说说看，什么值钱？什么又比得上这翠清？那当然是前称帝的字画了。你们两个人的人脉和能力，和我林峰是没办法比。你们能拿出来这个破翡翠，就已经是你们的极限。依我看呐、啊。你们还是带着破翡翠赶紧走吧，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比爷爷丢脸。少得意。好了，我林家主事人的位置历来是能者居之，现在你大哥今非昔比，离婚的事儿我不打算再逼你了，以后这林家主事人的位置就交给林峰了。爷爷，我的好妹妹，你敢给我嫁林家，你喝着你什么你？你呀、啊，现在就回去准备交接仪式也好，赶紧把张小凡这个废物给我带走，看得心烦。林暮雪，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带这个废物滚！就是，惹得老爷子不高兴，你和这个废物赶紧给我滚！嫁汉得汉，穿衣吃饭，看上这么个废物，那也算是你咎由自取了。可不是嘛，早离婚哪有这档子事儿呀？暮雪，是要待在这儿继续丢我们林家的脸吗？慢着，刚刚林老爷子口口声声说林家主事人能者居之，他林峰凭借着醉清风胜了暮雪走马上任，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只要暮雪送的贺比他更珍贵，那就能重新证明他的能力，保住主事人一职？没错，就你这废物还想和我们家林峰一较高下？我告诉你，除非你拿出前正帝的字画，不然一切都是白搭。我劝你赶紧滚，别在这儿自取其辱。不是死光，不就是钱正帝的字画？谁说我们拿不出来？哎，你们听见了吗？这个废物竟然说他要拿一幅钱正帝的字画给爷爷做寿。一个大爷，你连钱正帝是谁都不知道吧？啊！张小凡，今天不是你逞能的时候，还嫌我不够丢人是吗？你相信我，不就是钱正帝的字画吗？只要我心情好，这字画想要多少有多少。疯了，我看你真的是疯了。钱正帝虽已书画，但是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所留字画更是什么可，你还要多少？你咋不相亲呢？我看呀、啊、你们还是趁早把他赶出去得了。小凡，你赶紧给大家道歉。道歉？我实话实说，为何？好一个实话实说。张小凡，我给过你机会，如果你今天拿不出钱正帝字，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上当球踢。那如果我拿得出来，我当场跪下给你磕头认错。好，张小凡，你今天是想突破天不成？爷爷，今天是小凡一时心急说错了话，我这就带他走。走啊，暮雪，你相信我。张小凡，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磨蹭什么？大家可都在这等着看。好啊，那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看好了。竟然真的是钱正帝的墨宝，死伤手艺落寞样样不差呀、啊！怎么会？这香品，这韵味，竟然真的是钱正帝的独有风格。这大夏钱正帝亲自作画，岂能有假？李峰，你还有何话可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钱正帝用一两两幅字画，一幅就在我们大夏的博物馆，另外一幅不知所踪。
怎么可能？背景这里要全没钱，要全没钱，穷小子都能。这话别再是假的，今天我就撕了他！你给我滚开！是钱正地价值连城的精品，他明是古董行，傲视群雄，那是指日可待。你要是敢动这幅画分毫，我现在就把你逐出林家。爹，你想，这个画一定是假的。阴谋，这一定是阴谋。张小凡他拿了一家人存的字画，没有，一定有所图。爹，你不能被他所蒙骗呐！放肆！林承恩，如今研究钱正地的作品，对他的风格，那我是一清二楚，用得着你在这帮我辨真伪吗？可是我是什么？马上给小凡道歉！我让你道歉呢！对不起。够了！刚才打赌的事，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张小凡，我都已经道过歉，你还要怎样？别忘了，我可是暮雪的大哥。暮雪大哥，在鉴宝大会上，你给花莲献命，陷害暮雪，怎么没想到你是暮雪的大哥？你跟花莲散播谣言，故意抹黑我，阻止我筹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是暮雪的大哥？为了争家产，你联合王彼得谋害暮雪性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他大哥？你糊涂，我没有做过。你还在狡辩，不戳穿你，只是想给你留点颜面。你真当我们没证据不成？原来都是林大少做的。看样子，我们冤枉小林总了。林氏，向来和华莲水火不容。华莲在我大夏境内更是欺我国人一族。林大少，你怎么敢和华莲合作吗？你把林老爷子的脸面不是放火上烤了吗？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爹，相信我，那照片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干出那样的事情？你信我爷爷。林峰，我是老了，可我不傻。鉴宝大会一事，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我总想给你一个机会。林氏是我们林家数代人的心血，你即便是想夺权，也不能干出那种勾结洋鬼子、辱没祖宗的蠢事啊！可是我林家的长孙啊！你早就怀疑我。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林家的长孙，用林家长孙的规矩祝福的话，我可是选择我林家长孙的一点殊荣吗？你问问他们，他们哪一家的家业不是传给了他们的长子长孙？凭什么到了我林家你就传给林梦贤那个贱人？也是个爷没错，可你有一点做爷的样子吗？你是在怪我处事不公吗？是你自学公正严明，是怎么在台前不光在我心里，你才是那个饶了我们林家无奈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还不死啊？爷爷，林峰，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爷爷当初不是没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好高骛远，一意孤行，非要去赌宝，害得林家差点葬送基业，爷爷这才把林家传位于我。整天疑心这个害你那个坑你，实则是你自己心术不正，你自己过得不顺，还要把这些罪过都怪在爷爷头上。你去问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好了，暮雪，你放我林家的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带上你的媳妇走吧，出去之后再不要说你是我林承恩的孙子。你这不要赶我走，不要啊！凭你做的那些事，老爷子把你赶出林家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林凤，别不识好歹，赶紧滚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滚吧，带着你那媳妇去找你那花莲的爹。好一个林家，好一个张小凡。你们逼我至此，你们真以为我林峰是好欺负的吗？林峰，你一个逆子，你要做什么？可是你说的，我得不到的，你们都不要得到。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星火不容，麒麟毒液，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消失多年的龙门？不会吧，龙门之主身份向来成谜，归隐多年尚未露面，林峰怎么能请到龙门出山呢？怎么不能？我早就说过了，我们家林峰早已今非昔，敢跟我们作对，怕是找死。闹，林峰，你几斤几两我会不知道，别在这儿给我找演员演戏了，现在你想靠着龙门在这逞威风，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要是伤到了我林家尊贵的客人，我跟你没完。演员，瞎了眼吧，东西！你看这是什么？龙门麒麟令？你怎么会有麒麟令？当然是皮特教授给我的。想弄你一个看门，还有点见识。不过一切都晚了。正相反，如今我麒麟令在身，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得给我死，尤其是你张小凡。任有头，戴有主。你把穆雪和老爷子放了，我认你出去。放了他？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张小凡，跪下来求我呀！让我下跪。林峰，你可知若非乾坤突变，像你这般宵小之辈早就被五门抄走，罪及井底，狗命就一条，我劝你莫要猖狂。猖狂？罪及九族？兄弟们，我怕呀。学了几句拽词儿，就真当自己是土皇帝，在这玩言出法随呢？说到底，你才是林家的那条真正的命一条。龙门的兄弟们，我今天不会让你们白白出山。他不说我们猖狂吗？就猖狂给他看呀！老子赏钱百万！林峰，你敢？杀人可是犯法的。犯法？可行，等林氏到手，我林峰有了时间。更何况，谁说我杀人？我明明就是偷爸。畜生！林家就养出你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畜生。张小凡，之前是我们对不住你，你走吧，这里不用你管。走，走得了。小凡，陛下小心！林凡，张小凡，我堂堂七十岁，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留下？都愣着干什么？给老子上！如果你华莲，上吧，没你好我的事。树高千尺，不忘根深。像你这种崇洋媚外、不忠不义者，朕今日不杀了你，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何主管，让他干什么？救我呀！拿命来！让我很不情愿。何主管，不得不说，今天这个人渣的命，龙门保了。是吗？你。会有龙门独有的不是内功心法，究竟什么人？身份不配知道。好，算你是条汉子，我有心饶你一命，奈何麒麟印在先，不过我有用权力，现在你可要小心了。住手！住手！你们李家插手我龙门事务，何主管您多虑了。家父听闻龙门出山，特派小女前来拜贺，顺便给您带来一封信件。哦，不愧是李院长，哇，老辈子不好欺。回去告诉你父亲，龙门此举也是无奈之举，此信正合我意。此话一定带到。什么？何主管，你们在说什么？赶紧，我弄死张小凡！别忘了，麒麟令可是在我的手里面。你们再不要，那把他听我的。听你的，你可知？花莲在我大夏做古董生意，所需的大夏博物院的批文就快要到期了。不想我父亲正在办此事，
你什么意思呢？比起帮你们报仇，得到一个小小的林氏古董铺，我想花莲应该更想要帮他们日进斗金的批文。在利益面前，花莲爹要抛弃你啦！不会的，不可能！我跟皮特教授商量好了，他不可能放弃我。吉灵印一事已了，我们走。回来。林峰，哎呀，林峰！爷爷。爷爷，漂亮小丑林峰，你不是要求大家处事公允？来人，给我报警！不，林同学，你不能这么做，爷爷都没有说话，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就凭我是林家家主，是大义灭亲的由头，我自己背了。林峰，这回你要的公允，我亲自找东都警察给你。我林家以后对此事不会插手问，给他给我拖走！我。走，林同学，你终于记得把你爹娘请来了。诸位，今天是林家招待不周，让各位见笑了。不不不，我等惭愧，多谢张先生救命之恩，多谢张先生。张先生，我知道您一直在为蜀国玉玺一事奔波，张望而去。我胡家愿献出50亿，以解燃眉之急。张先生，我们徐家也愿意。关于张先生名声受损一事，还不交由我们徐家来处理。我保证在3天之内消除社会上一切不良影响，祝您名声大振。那就感谢各位了。今日之事，我林家也多谢一下。你就谢谢就完了。你就谢谢就完了。钱。那年方鬼迷心窍，我看你也是。还没有提醒我，四个字头上一把刀。张小凡，你贵为我李家的座上宾，但是我也希望你记住，我们今天李家为了救你付出了什么。花莲在我们大夏境内，凭借流落在外的古董，欺行霸市，大肆收敛国人钱财，已经不是1天2天了。今日分明可以凭借批文之事，将他们的古董生意拖垮的。我懂，你们李家对我的恩情，我自是铭记于心。对。我林家也铭记于心的。你们李家要是仅仅需要你们的铭记于心，你们真是看错，更是看低了我们李家。这是我和我父亲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资产，300亿，现在全部交付了。我父亲曾说，在你身上能看到大夏古董的未来。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请你不负众望，夺回大夏玉玺，重振我大夏古董的荣光。行，你家如此，我林家定当竭力。从前是爷爷错了，李总说的对，我家大事面前还有个人小事，林家就交由你和小凡了。也希望你们不负众望，夺回玉玺，重振我大夏古董荣光。夺回玉玺，重振大夏古董荣光。夺回玉玺，重振大夏古董荣光。林家赘婿张小凡行骗一事水落石出，继林家内部争权，见林家大少已经伏法，还请大家多多关注传国玉玺归家仪式，大家团结一心，终将众志成城，势不可挡。长了长了，我们终于快归东家了。按照这个账算，我们在国家拍卖会前错过半天，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每人一小步，为国玉玺一大步。张小凡啊，在这么激动人心时刻，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如果龙门真是我印象中的那个，那他底蕴是一般，他出手帮林峰，若是为了麒麟令还好，但如果他与花莲勾结，恐怕。皮特教授，大夏传国玉玺归国一事已经引起了巨大轰动，张小凡搞的定投在短短一周内就投到了300亿，按照这个架势，他们参加国际拍卖大会应该不成问题。好你们张小凡，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林峰这个废物白白浪费了老子。教授，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的何主管自林家一事之后就一直躲着不见我们，难道真的要看着张小凡打我们花莲的脸吗？主管，你别忘了，龙门之主已求我，在龙门之主面前，何主管算个屁！你这样，你去通知现任龙门之主，他要想拿到我花莲国的通行证，就得。
会即将在一天后举行，大夏可盼已久的传国玉玺就是否回家成网民谈论热点，众人对此议论纷纷。是大夏的宣纸历史悠久，林家保存完整的也只有这一处，且极易破损。你去林家用它干什么？你放心，我总不会让你亏的，谢我便是。空白的一张宣纸，经张小凡手，却变成了连爷爷都直呼真迹的钱正帝墨宝。张小凡，林飞，林飞，你没死，太好了，太好了！林家可真豪横，家里三千，只有你一个人对朕最深情。今儿起，朕册封你为皇后，跟朕一起受万民跪拜，看遍山河万里。畜生！哎，本敢饶你命，可你竟敢抢我传国玉玺，是你们逼朕的。让我下跪，林峰，你可知若非乾坤突变，像你这般宵小之辈，早就被午门抄斩，罪及九族，狗命只有一条。我劝你莫要猖狂。不是，陆雪啊，想什么呢？张小凡，你究竟是谁？算了，不重要了。小凡，无论你是谁，我林雪都认定了。陆雪，你见尘埃落定，我一定跟你交代。谢谢教授，院长。教授，张小凡目前只筹集到了500枚，就算咱们出价比他高，大夏镇国玉玺归国就只能是空的。大夏林家如何不张小凡入场？今天还真是高调啊，院长。林家对他如此欲拒，他们不会风光太久的。通知主持人，开拜会开始。开拜会正式开始。尊敬的各位来宾，第35次国际拍卖大会正式开启，有请本次的镇会之宝大夏雕龙垫脚石。起拍价3亿。 I offer 500 million. May high pressure is 1 billion. 一群蝼蚁，500亿。 50 billion? 50 billion for a stepping stone? Is he crazy?He's the director of the Hualiang Muses. He's as powerful and then he's an influence there. It's just a piece of the cake for a person like paying 10 billion yuan. So it's just a piece of the cake. 他不可忍的雷说那个垫脚石，那我不敢，是传国玉玺。你们给我垫个脚试试，老子今天宰了你们。A fool who can't even take care of his own country and still showing his face talking to me, shouting. Just do it yourself.He's just a poor person with a mark. 老舅，老舅，这位先生，我们拍卖会一向是价高者得，您要想要举牌即可。但是您要是闹事儿，你这在这逼逼叨叨什么呢？连拍品都介绍错了的东西也好像站在那里。先生，你到底拍不拍啊？不拍我可请您出去了。If you don't have money, why taking part in an auction? It's better if you just go back to your mother. Stop being a hero. Yes, it's worth mentioning. Host, why you are not letting go also from here? 谁说我们没钱？600亿，对不对？还是你钱？张老板，脑子被雨劈了，600亿哪来的这么多钱？600亿哪来的这么多钱？您家费用，这可是国际拍卖会，不是你家的后花园。说谎，大夏也保不住你。说谎，我张小凡不屑，而你更不配。张老板，别在这死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后众筹了500亿。你好意思当着这些国际贵宾面前喊600亿？你把我们当猴耍？就把你们当猴耍呢？要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也出价啊！莽夫一个，不跟他们计较。对付他们这种废人，我有的是办法。主持人，我华联要求验资。您好，张先生，请出示您的资产信息，配合我们验资。老板，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现在的一言一行，那还代表的是大夏的你。我的事情用不着你这个小丫鬟去操心，不就是验资吗？你们验便是。你管不了，干不了，不干了。等会你要拿，看你怎么收拾。
对不起，张先生，您的卡内余额只有500，不支持你的资金加入。银器权，银器权，我就说了，这个废物他拿不出来，非要在这跟我装蛋。Shame on you. You lose the face of me somewhere. Just get out of here. What's wasting the time? 150亿，加上你们李家的钱，刚好500亿。咱们先进入互抢再说。再给我10分钟时间，10分钟之后全力。十分钟？大哥，你哪？你看他在做什么？鬼！分分钟能挣上上千万，你好意思占用大家什么？方彼得，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闭嘴！我就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要不你们喜欢众筹，你把这我可以出面给大家求情。我打了你这种乱喷粪的嘴，不就是差几百个亿吗？算我的。不就是差几百个亿吗？算我的。徐先生，您确定把钱全部放在张先生的名下吗？我可劝你想清楚，别剃头挑在一头上。这废物可是林家的赘婿，给了他，小心欺负人蛋了。少给我争嘴，老子听见你说话就烦。就算我是你们口中的暴发户，但是老子这也是有家国大义的。今天这钱，我非给张兄弟不可。我这就打电话回家清算这账。你放心拍，一定要把咱们的传国玉玺夺回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刘氏集团不拍了，500亿给你。不争馒头争口气，算我一个，我的600个亿任你丢钱。算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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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一个。好，莽夫，一群莽夫。怕什么？一群蝼蚁加起来就是一群蝼蚁。主持人还不开始，拍卖继续。大夏垫脚，大夏传国玉玺，张先生出价600亿。玉玺又怎样？只要我拍回去，它就是一个只配千人踩、万人踏的垃圾。今天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我花莲国资本的力量。2500亿。2500亿，老蚁，一群老蚁！你们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责呢 ？If you oppose 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the only result is death. Get out of here! In a person like you with this violent sense, it just says to make of love. 兄弟，我们怎么办？姐，华联国院院长就快来交500亿。你就再加上350亿，也不够啊！李总，不好了，公司楼下有人闹事，他们嚷嚷着要见你。走。杨成为英雄呀！杨成为英雄呀！杨才就没错。李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为玉玺贵国尽一份力。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6000万，全部给你。这是我的，还有我李总，你再把众筹打开吧。让我们一起迎传国玉玺回家！迎传国玉玺回家！开众筹！开众筹！开众筹！好，谢海，开众筹，提前通道我来搞定，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支援张小凡。是。小凡，你们等什么？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我们可都清清楚楚。劝你最好别耍。主持人。还愣着干什么？国际拍卖会请你是看热闹吗？花莲博物院院长出价2500亿一次，2500亿两次，2500亿三次。张小凡出价3000亿。什么？张小凡出价3000亿。你说你们来了。张小凡，这给你，所幸不负所托，大家都等着你再传过去。3000亿，还有谁出价？不，这不可能，我等这几分钟内应该凑出1000亿，这可是天文数字。你们花莲崇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个个都是英雄，你们背后是冷漠无情的资本，而我们背后是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我们之间是智的，你拿什么和我们？这还有人要加价了吗？没有的话，传国玉玺对张先生所有了。你不是很有钱吗？赶紧去回家去，还等什么呢？你这个东西，当老子是造天机器。好一个狗咬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主持人，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宣布结果啊！我宣布，传国玉玺对张先生所有。好，好一个张先生。好好好，好一个张小凡呐、啊！今天有我在，谁都别想带走传国玉玺。黄龙小二，你好大的口气啊！拍卖会上，自古以来价高者得，你凭什么阻拦？就凭我是这国际拍卖大会的举办方，龙门之主钱子旭。不可能，龙门之主向来行事隐秘，从未在公开面前露过面。你怕是惹花莲请来的演员吧？王长贵，你办这事儿未免太卑鄙无耻了吧！我看在你是冷美人的份上，不跟你计较。见到你的主人还不赶紧跪下！公子，钱子虚，你少给我摆这臭架子！当初你告诉我，这传国玉玺已经属于我的了。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是拿不到传国玉玺，你这辈子甭想成为我花脸国的国民。您别着急嘛，我这不是来了吗？我堂堂龙门之主肯定是说话算话的。钱子虚，他姓钱，果然是那个龙门。陛下，锦衣使庞大人来报，说您让他秘密筹建的龙门已经筹建好。让朋友交给英雄我便是。这可是龙门内能人辈出，一个个都是小尉皇上年效力的，这雍亲王怕是难以服众啊。罢了，带朕去看看。这难怪，看来这钱子虚还是我的不孝后人。说还愣着干嘛？赶紧清场啊！拍卖会可不是儿戏，这不是我龙门的行事风格。再说，这都是我大夏的。何主管，上次林家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别忘了，这龙门现在是老子说了算。现在我宣布，这传国玉玺是院长您的。好，回去我跟高层向你多美言几句。多谢院长，多谢院长。张小凡，听到蝼蚁终究是蝼蚁，你们的雷霆一击在这些掌权者，在这些大人物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几分钟之内凑够几千亿有什么用呢？最后还不是败在龙门门主轻飘飘的一句话吗？说得好，钱子虚，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院长吗？还不赶紧拿上来，让这帮土豹子都开开眼。遵命。这一百字，夜明珠，打龙鞭，龙袍。这造孽呀！院长，这些都是我家那个废物祖宗的陪葬品，今天全都送给你。哈哈哈哈！好，好，好啊！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报警，马上报警！报警！我既然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早已经退了大夏的国籍，你们大夏的法律能奈我？畜生！畜生啊！爸，一群没用的废物，想要回你们的东西，
自己掏钱来买啊！买啊！你们想买，那得看我们想不想卖。你们的酒，田子轩，你干得不错，你等着，过几天你就是我们华联国的合法公民，以后好处多多。是是，谢院长。去把那古董送到我的酒店，尤其是那龙袍，让我也好好穿穿你们古代皇帝的衣裳。好，何警官，愣着干什么？赶紧呀！大夏国宝尊严，岂能被如此践踏？门主，汝难从命！废物，废物！你连老子的话都敢不听了吗？看你是不要命了！你个蝼蚁，你要干什么？孽障！这今日就带祖宗清理门户，灭了你这个不忠不义不孝之徒！啊！我没看错吧？这大龙鞭怎么跑到曾叔那手里了？大龙鞭动了！你究竟是谁？疯了！你疯了！你个废物，居然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不学无术，不忠不义，不忠卖国，跟你那个叛国贼雍亲王祖宗一样，根本不配管前姓。你怎么知道我是雍亲王一姓？你究竟是谁？我是谁？我是你祖宗！啊，何管事，你快救我呀！你杀了！哼！住手！住手！你这个杀人犯！杀人犯？我知道你不是张小凡，真正的张小凡是 B 姓姓，你怎么是 A 姓啊？说说吧，真正的张小凡被你藏到哪儿去了？好啊，你个冒牌货，居然还敢堂而皇之的站在这里，还敢打我是吗？报警！报警啊！你们现在都给我报警啊！房比斗，告诉我，污蔑人可是犯法的。犯法？那你问问你身后这位杀人犯不犯法？他自诩爱国，在这装大义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是张小凡。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一直追随的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身份不明、冒充他人的杀人犯。林雪，亏你还处处护着他，你这是瞎了。那你到底是谁？我不信，老子好不容易碰见佩服的人，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就不得你不信，我他妈现在就不进去打电话，把你们这帮人都抓进去。慢着，王长贵，就你的品行，拿个假的鉴定报告有什么不行的？是王长贵，你一个撒谎成性的惯犯，我们凭什么相信？依我看，你就是在这里挑拨离间。I can prove that you did wrong, lied to me。一会儿实在不行，就给我搞个假的医院证明，污蔑张小凡的身份，拖延时间，今天这传国玉玺，说什么也不能让张小凡带走。我呸！不要脸的东西，污蔑张兄弟不说，还贼喊捉贼，我看。该坐牢的人是你！不，院长，院长，你给我出去！管我！滚！还想连累我？快滚！你管我呀！来人，我把他拖出去，送警察局！你们干什么？我可是华联国的人！院长，院长！混账钱子旭，今天你把这事交代明白，否则你别踏入我华联国半步！院长，听我说。何主管，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雪梨教授给我找回来啊！恕难从命。你好，好你个恕难从命，我还就不信了，拿捏不了你。何主管，你龙王不是一直以虔诚地位信仰吗？你要干什么？传过玉玺给我放下。何主管，你要是再敢忤逆我，我现在立马摔了这玉玺。你们谁也别想好过。钱子勋，终究还是不懂虔诚地。传国玉玺是天授皇权的象征，没错，但是那毕竟是死物，一个死物怎么和活人相比？钱正帝一生爱民如子，他权下有灵，不会让我为一个死物屈尊于你这个不孝子孙，置人命于不顾，置正义不顾，置我大夏之尊严于不顾。说得好，龙门传承数百年，终究是没负了彭都使的厚望。你怎么知道我龙门是有
庞锦一世创办，这是我龙门固守了百年的秘密，连我龙门门主都不曾得知。你究竟是何人？好你个贱人，三番五次的坏老曹，现在居然还敢虚张声势挑拨离间。好，既然你们都不在意这个传国玉玺，那我现在就砸了他。不要，阚斌，砸了他。阚斌，这是前正帝无创的锁龙鞭。什么妖术？你究竟是谁？说了，我是你祖宗。古人云：妖不太位，必诛三妖。像你这种毫无人性、可败坏的阿杂种，哎，全家子孙自称，哎，我是龙门之主。胡说！我全家一直都是单代兴朝，我的长辈屈指可数。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在这吓我！难怪如此少家，你的父母难道没教你？老祖宗坟陵是要遭天谴的吗？守在这捉人不亏，你究竟是谁？蠢货！现在还不明白吗？孽障！难道不是你亲手刨了朕的衣冠冢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前正帝已经死了，他早就死了。我才是真正的钱家正统，你们这些老古董，少骗我！你真的是前正帝？恭迎龙门门主贺龙主送传国玉玺回家。贺龙主送传国玉玺回家。贺龙主送传国玉玺回家。神秘大厦有鬼，有鬼啊！陈正帝，你真的是前正帝？如此玄幻的记忆，他们还是忘了的好。龙主，我们终于等到您了。您要是再不出现，我龙门收藏的国宝就要被钱正勋送给花莲了。别怕，朕这不是回来了。大夏的文物永远都只能属于大夏。如今时过变迁，我们也要入乡随俗，不搞君臣制，快快前进。谢龙主。我怎么在这里？这传国玉玺怎么会在我手上？李老，我们不是已经战胜花莲，成功拍回玉玺吗？哦，对了，林总，那既然传国玉玺已经拍到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我没空下班。前正帝，玉雪，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皇上，玉雪，你醒了。皇上。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还活着，真好。李妃，先生一向也是活着。我说过，待传国玉玺归我之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看着我们可千万不能迟到了，让龙主等。快，你赶紧去看看。历时已久的龙门之主大业宾客，百年不遇，也不知是哪家的千金能得龙主大人亲眼。你看我有一个两个哥哥，你上哪个当厨师？又管我！等我得到了龙主的青睐，第一时间就让你恢复荣耀。哦，是吗？先生您好，您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吗？你别谢，主人宴会还没开，客人知道送吃送喝的去，现在就去，门口等着去。这就是一个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我先带您进去吧。没听见我说的话？你敢带他进去一个试试？好一个嚣张，你这服务态度，本经理知道吗？敢在龙主的宴会上对我动手，
你不要命了吗？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件事情与你，就把你的经理交给我，我再问。是怎么等的？吵什么吵？安阳何主管，就是他在龙总的宴会上闹事儿，还想动手，今天要跟我做主呀。哦，龙主。瞎了你的狗眼！龙主你都敢骂，我看一定不想活了。龙主，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东西？我饭店有侮辱用。好，我滚！龙主，是如雪，请你嫁给我。我愿意。陛下，陛下，陛下，快醒醒！有秦王，有秦王带着贼子打进来了。不玄，不玄，陛下，您是在叫林妃吧？林妃已经死了，您要振作，赶快和奴才逃命吧。林妃死了，周庄梦蝶，梦蝶周庄。最后，终究是一场空啊！陛下，难道不逃了吗？不逃了，历史的进程谁都阻拦不了，我大前终究要亡啊！富贵，把朕的毒酒拿来。这，朕想走得体面一些。这，拿来。这，陛下，喂，这辈子有你陪朕，值了。下辈子，朕定会平安终老。陛下。